跑到这上面去，蹲在上面、啊、然后我马上就要去写那个禁止攀爬、哦、因为这个真的很贵，他要上去除草。这上面、啊、有一个窑棚、哦、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、哦、这边是，这边都是公这是风光，没有看到曙光，没有看到曙光。所以说，这个是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以前的马术队是这个工艺，大概有古代的陆地的文物痕，然后。Everything changes.Hi,
鞋啦，铁马剑拿出来。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，我们都会再去带领我们反思下一次的事情哦。那比如说第一年的报名模式，可能我们就是比较采取地方社团的报名模式。那可是其实走到今年，我们完全采线上开放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会有一个意义是，第一个我们是扩大了可以参与的对象。就即便你不是基隆市民，你只要对桐花有兴趣，对客家文化有兴趣，对马铃这个地方有兴趣，你都可以来报名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其实我们透过网络的线上报名，确实可以招揽到更多比较低年龄层的年轻人，然后参与这样的活动。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再反馈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的传统文化它会面临人才或者是年龄的断层。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活动，开放式的报名，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说，其实文化层面的事情不是这么的传统，也不是这么的属于高龄人口在乎的事情，对。我们这次小旅行最重要是希望能够推广我们客家的文化，客家的美食。尤其我们这次特色是有除了做矿车的结合社区的矿车哈桐花以外，另外我们做一个我们的猪笼板，也是大家哈百吃不厌的喜欢吃的美食的。
待哈，能一次一次的不同。我们这一次就跟前两年办的不一样，就是多了很多景点秘境。那同样的，明年我也希望能够改变，能够多做别的尝试试试看。也希望哈大家会喜欢。客家小旅行。